drivers behind the line. Three.好，现在我们的手动阶段的比赛，看一下各自的表现。看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5445，再加入哇，我们的蓝队，蓝队1884，成功放置一个能量块。再看一下蓝队的6766和7095，他们在稀释能量块。这边红队，红队的5453，再放置高速能块。这边红队的5453，蓝队的1884，他们正在尝试放置跷跷板的能量块。看到红队的5445太推至低层能量块，6948也太推至能量块。看到蓝队，蓝队这边的6766在放置第二支能量块。看到这边的蓝队的7095进入在寻找能量块。这边的蓝队的1884，哇哦，1884在放置第二个能量块。这边红队，红队的5453成功放置第二，蓝队的1884成功放置第三块。他们两个在争夺跷跷板的拥有权，看一下他们哪个队伍能够更快速的放置。看一下5453成功的放置第三块，哇哦，这边蓝队6766在努力的放置，哇，可惜了。看这边红队，红队的6948成功推置了一个能量块。看一下我们的蓝队的7095在校准放置第一次能量块。看这边的蓝队，蓝队的1884放置，哇哦，这边的5453成功的把能量块放置。现在的比分，红队是92-151。看到这边的红队，红队的5453放置第三块，红队的6948放置第二块，红队的5445在寻找能量块。这边蓝队，蓝队的7095在放置能量块。这边蓝队的6766在试试能量块。最后的30秒，看到最后30秒，哇哦，这1884和5453怼在一起了。看到他们现在在犯规。不能超过5秒，5秒之后会有犯规。好，看这边的蓝队，蓝队的6766，最后的15秒，看最后10秒各队的表现。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蓝队，哇哦，蓝队的6766在卡住，哇哦，可惜了，机械结构坏掉了。看这边蓝队的154。看一下本场比赛的，哇哦，本场比赛来。